所以在今天的非常重要而且特别的时刻，马上呢我们就要来进行今天国家人权博物馆的揭牌仪式。是的，现在呢我们要准备邀请贵宾来到舞台上就定位。待会要有请昌明的贵宾一一的到舞台上面来一起进行今天隆重并且令人期待的仪式典礼。马上呢要一一的来昌明。是的，在座的各位我们将一同见证。首先要邀请到立法委员刘兆豪先生就位。有请。接下来要有请到的是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女士，请就揭牌位置。欢迎。紧接着邀请到的是政治受难者洪武雄前辈，就揭牌位置。欢迎前辈。继续要邀请到的是政治受难者杨国宇前辈，请就揭牌位置。欢迎前辈。马上要来到舞台上的是绿岛乡民代表会何富祥主席，请就位。有请绿岛乡乡长郑文仁乡长，请就揭牌位置。紧接着来到舞台上是台东县的县长黄建廷县长，有请县长。继续要邀请的是政治受难者林金城前辈，请就揭牌位置。这个时间我们要邀请到文化部郑丽君部长就揭牌定位，欢迎部长。在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一起要来欢迎的是我们总统蔡英文总统就揭牌位置。而现在我们全场所有的前辈长官贵宾，我们要一同见证这一刻。现在邀请我们舞台上的长官贵宾以及前辈手握缎带，同时透过镜头的记录来记录这一刻。那边也请现场所有的媒体以及镜头为我们留下今天非常重要的时刻画面。稍后我们将全场一起倒数五秒钟正式揭牌。好嘞，我们马上要有请总统以及所有的贵宾以及现场的前辈还有所有的与会的贵宾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倒数五四三二一，请揭牌。我们请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共同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各位请所有的长官贵宾请看前方的媒体朋友们为我们记录下今天重要的时刻画面，同时未来我们人权馆将连接曾经处理黑暗历史的国际油馆，以民主与记忆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同时呢，也稳立于亚洲第一座结合历史遗迹阐述威权统治有伤人权的历史博物馆。我们是不是再一次掌声来恭喜我们今天的国家人权博物馆正式的揭牌完成。我们请所有的长官贵宾先留步。我们现在要邀请洪武雄前辈、林金城前辈还有杨国宇前辈请向前一步。在当年被关押在绿岛的政治受难者前辈们，虽然被囚禁在这块土地上，但是他们对于绿岛的教育跟医疗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是的，在今天我们也透过前辈们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当年绿岛的样貌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现在就要由我们财团法人台北市蔡瑞月文化基金会的代表继续邀请我们另外三位前辈一起来到舞台上，欢迎周贤农前辈、陈金生前辈、毛福正前辈，请一同上台。有请三位前辈也一块来到台前。在舞台上面呢，我们有六位前辈，待会要为我们一人手持一条象征台湾各族群和平共存的彩标，要来进行传承的仪式。是的，那在舞台上的长官贵宾要跟我们一同来见证。谢谢前辈们的付出，我们将过往的历史得以被保存下来，希望通过传承的方式让这些小朋友日后可以成为人权小尖兵。好的，在前辈们都就位的同时，立刻要有请到的是绿岛乡公馆国小的小朋友请上舞台。我们邀请小朋友来到舞台上，记忆、反省、希望、重生，透过我们长官待会前辈要将身上的彩飘传承给孩子们，
还有在除了前辈跟我们的小朋友们已经在舞台上面就位的同时，我看到后方我们的小朋友们在分送的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绿岛香的绿岛包子。没有错，这在我们绿岛呢，只有在喜庆的场合才会出现。同时也要感念所有绿岛的前辈，他们对于绿岛这块土地上面的付出。那这是一个感恩、回馈、感谢的画面。没错，那么我要有请在前方的前辈跟六位我们小朋友，请面对面。请前辈跟小朋友面对面。现在由我们的前辈传承彩飘为小朋友披挂而上。请前辈为我们披上彩飘，也代表了一个传承祝福的心意。是的，那这一刻我们请露出喜悦的笑容，也将掌声献给他们。谢谢所有的前辈们。当然，在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我们要请前辈以及小朋友，还有今天我们后方的长官贵宾，是不是转身？我们手持着长春花，长春花带有相当具有意义的。来，我们请我们前辈小朋友转身走向我们的后方，我们的吴征老师会递上长春花瓣。这一份的长春花待会会由现场的贵宾以及前辈还有小朋友们手握一把长春花，也象征着不畏逆境坚强的心，并且要将长春花铺满舞台，代表祝福台湾这片土地。是的，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前辈小朋友手将你的手伸进我们的竹篮当中，拿着象征和平传承坚毅的长春花瓣，我们一同来祝福我们美丽的宝岛。伫绿岛，总共十三年五个月，啊，不过绿岛对我来讲是一个真清爽的所在。我心内咧想，出工的第一天，一定要找一个会使看到甲我的青春十三年五个月关伫遮的所在，会使看到绿岛的美景。看到台湾的所在，看到这么漂亮的海，这么漂亮的火烧岛，还可以看到台湾的中央山脉，这么漂亮。我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这么漂亮的土地，这么漂亮的土地，但是我还继续用生命去爱伊，这么漂亮的土地，遐尔水的土地，但是我阁继续用生命去爱伊。窗外开了一朵朵的长春花，优美的微风中摇曳，美丽的长春花，让我把它献给你。越过一重又一重的山峰。在撒满的长春花，也代表了我们一起来祝福台湾这一块美丽的岛屿。是的，缓缓的随着长春花瓣的落下，我们一同种下希望的种子，传承在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身上。那么，邀请所有的长贵宾将手中的长春花为我们缓缓的落下，在这个的岛屿上中，象征着一个祝福的心意，传承的心意。而且迎风飘摇着，象征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精神的发光。在撒满了长春花的同时，我要有请我们的小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前辈跟所有的贵宾，我们一起手牵着手。我们请前排的小朋友，还有我们后方的长辈、长官，手牵着手，一同祝福我们的台湾。我们来自过去，一起靠近，展望未来。而在这一刻感动的同时，我们绿岛的包子也要分送给在场所有的贵宾，这是一份回馈，一份分享。刚刚呢，已经有送给我们现场的贵宾了，待会呢，我们会好好的来感受这一份的心意。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呢就要来谢谢总统，谢谢所有的贵宾，那么请总统跟所有小贵宾们请坐。是的，我们先请入座。同时，我们也再次谢谢公馆国小的小朋友分送绿岛包子，代表着感恩祝福。谢谢前辈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打拼与努力。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长官贵宾就坐，我们要拍下这个值得纪念性的一刻，我们要一同来大合照。所以，现在坐在原位的前辈们，还
还有前辈的家属们，请准备好露出您开心喜悦的笑容，跟我们一同见证国家人权博物馆正式揭牌成立。在今天呢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时刻，而我们在总统的带领之下完成了今天的揭牌仪式。最后在我们的现场跟所有的贵宾前辈们，我们看着大会的摄影师为我们捕捉今天难忘的时刻。是的，我们现在要请我们所有与会贵宾露出你可爱温暖的笑容，请看前方的镜头。这一刻是值得纪念的相当重要性的历史性画面，也谢谢所有前辈们的奋斗，谢谢你们。在这么动人的时刻，我们要正式的宣布我们今天的国家人权博物馆揭牌活动圆满成功，我们掌声恭喜。掌声谢谢所有与会的大家，谢谢你们的努力，谢谢。谢谢总统，也谢谢所有的小贵宾，我们今天的这个的活动仪式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也再一次我们用掌声来谢谢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谢谢总统。谢谢我们的总统亲自的莅临，也谢谢所有的贵宾。那当然最感谢的是我们所有一路打拼的前辈们，今天这一刻是喜悦的，是感动的。那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没错，相信台湾的未来绝对光明璀璨。其实在私下有听到了很多的前辈们都不断的说，真的非常的期待今天这个揭牌活动的呈现。那么最主要除了心中有感触之外，更能够感受到在67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人权、自由以及未来的展望。是的，那我们现在总统也一一握手致意，谢谢所有前辈。谢谢总统，也感谢前辈。那现在真的也感谢所有各界的努力，为我们打造了国家人权博物馆这一刻的诞生，相信大家都是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没错，努力的成果。而且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动容，在整个的揭牌仪式的过程，不但是包括我们前面的致辞，以及在整个包括我们的蔡瑞老师他的经典舞作，或者是萧沃提老师他全机会的编排的这个揭牌序曲，都让我们感受到整个的一个历史的轨迹，并且我们不能够淡忘历史，还要汲取教训，并且同时的对于未来负责。是的，就透过记忆、传承、反省、重生，为台湾带来希望。尤其在今天我们也特别有看到绿豆香，不管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怀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情，对，全身上下都动起来了，而且还特别制作了绿豆包子要来送给前辈，因为呢前辈在当时为了我们的绿豆香教育医疗工作的努力非常多的贡献，所以呢今天的揭牌的绿豆包子哦，就代表着我们绿豆香的一个心意，感恩的心情要来谢谢所有的前辈。来感谢所有前辈们为了我们台湾努力的人权、民主、自由努力的过程，也一一的谢谢。是的，今天就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计划，相信所有的前辈们，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感受国家所做的努力。是，因为今天总统也为了我们国家人权博物馆有了两大的期许，我们会持续的来追随。因为谢谢总统。也感谢所有的前辈们，我们今天的国家人权博物馆揭牌仪式圆满成功，感谢所有贵宾，感谢咱所有前辈，也感谢咱所有贵宾，今仔日咱的活动的圆满成功，感谢各位。是的，那就让请我们前辈先稍坐在椅子上稍等一下下，谢谢。谢谢大家，感谢这位哦，来休息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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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Thank you.